直接上岸。你看，你看他，你看薄不薄？这个身，你看，哎，哎，从外边走到这小关，来碗花。哎，你看那妹夫，叫长腿，跟那金线油塔似的，看。在这跟没配啥烟，你听这声音。你看那边这的怎么样？葱姜味儿可以，啊。嗯。这味儿好。嗯，你这葱花饼能多咱个这，头多少些好的？啊，头多些。行。嗯，可以可以，又酥又软，鸭味刚合适。嗯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葱花饼，一半汤面，一半这个细面，把这个肥酱少加。这给得把加点盐，这半面拿凉肥和子过来，加点食用油，面就不粘了。这面就需要软一点，到时候这个面还要三揉三醒，把这醒好面，咱这浇上剂子，浇上剂子后，咱这开始把它穿好。你可以穿上球，这面中途咱揉了几遍，你这都连手都不粘，不抹油都不粘手，再醒发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我溜个饼，看就咱那醒发的盘子跟车面一样嘛，再醒发个20分钟，半个小时都可以。这现在怎么干开的？咱得把这个油烧一泡，搁点盐，搁点五香粉就对了。这是好了，咱面这醒发了半个小时，咱就开始把劲儿一闹，咱就开始落。这面就咱你弯就弯吧，咱这程度干薄薄的，上头抹层油手，撒点葱花。咱这油手头也有盐呢，面头也有盐，可以折结，咱那折结过了，越长卷出来层次越多。把它卷好后，把这个搁到底下，卷到这程度，接下来还得醒个10分钟到15分钟，拿它保鲜膜这一盖，开始咱就是大锅，咱这好了，咱这开始卤，把饼先咱这样铺开，把边子弄薄，按照搁中间，一次就推到位，那中间那后一拉，这都薄个字样，只管把边子一个圆就对了，想吃后就那后干，想吃薄就薄一干。这样都发层油，皮皮都脆的，发个罐，薄囊那儿去，哎，好看。你看它，你看薄不薄？这个身，你看，哎，葱花饼做到这小锅，把马子穿干了。你要吃厚些，这让它粉儿，也让它，我炸炸的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这薄厚都有。一层一层去，谁沾着？我在这放吃，喜欢一斤，他喜欢还是够用。嗯，这就像咱的汤面油酸子弄薄了，不对，他写好的。看这棒蛋，行。嗯，可以可以。